请按工。国乐加口琴，CD 里面哈，社区这个 CD 里面，他是真正的刘厝里的居民，两对夫妻，然后还有一对别人家的小孩录起来的哈。那这也是社区居民参与录音哈最成功的一个社区。艺术理工，引来家哈，真正是唱歌高手嘛。因为一种迄个卡拉 OK 上面就是比赛最高的迄种哈。啊，来听就对对啊。就是第一首。好，那个歌词呢，也是一样哈。我又利用了一下小朋友哈。看多些嘞，这个。就是他的胡须会变根啊，而且他的胡须不是白的啊，所以我的吹秋不变白。那365年，我的吹秋就变成根，就钻到地里面去了。那因为这是480岁的榕树，
好，所以有法度看到好几代人，好几代哦，不是什么三代同堂、五代同堂都不稀奇，他看过了。你看，我们如果用四十算一代好了。好，那我又利用了小朋友他的角色，他唱的是看着榕树公公胡须变，长出胡须，然后看着榕树公公的胡须钻到地里面去。那家好利挖可惜，榕树说我好利挖可，那小朋友就会唱成好温挖可。你的嘴唇正入地，再来好滚，可以了解吗？一单一单过一单，查甫囡仔已经做老爸，一代过一代，查甫囡仔当时才要做大家啊。那这个歌词也蛮有趣的哈，觉得蛮有趣。还有这个歌词写的时候，真的是我另外一个灾难哦。我假使我车去，我的手去哦，迄个年轻的。家中跟家公的小朋友，大小朋友这样撞下去，对不对？哈，刚才是用造啦，不是用掐，还好。那但是这个就我自己惹的祸哈，就是我开车哈，然后到我们家山上的时候，一当多喉咙都高哎，啊我落来哈，一卡落来，另外一卡被落来时哈，头前一卡怎出来？所以我的尾椎对对怎啊蹬掉车子汽车的那个门框。纯铁的，我就撞下去了。然后这个呢，又赶到要截稿。那因为社区之歌在写的时候，我刚刚跟你们讲过说，说它都是在嘉义市的边缘嘛，所以做这哈弄虾花草树木。但是被等下等一下，窟窿虾花草树木弄虾生态啊，没咯，没咯啊家哈，家个是一个等下为迄个建辉的浓的变成。规划并这拢总建的，所以去做这水的厝，啊，迄种花嘛无去呀，所以社区特色要写啥？怎啊存一张呀？存一张期望哈，可以表达社区的特色。好，那本来呢，我们学员还有写到那个庙，这张期望哈，边啊有迄个，你敢查什叫做万年公庙，还是万公庙？对，五祖孤魂哦，我们怎样呢？哦，我们那些学员也不知道，那所以他就有写到信仰的部分。那我觉得这个 OK， 社区之歌有信仰，这个没有问题啊。而且我们去拜访社区的时候，应该讲的都是奇蛙卡比蛙，包括我们这边瞎啥哈。那后来我有再去跟社区居民聊天，不听还好哈，一听哈，前面那些作业那些我都没有拿出来用。因为大家都在写那个庙嘛，爱搞公哈，啊，而且那个树下哈，你刚才228哈屠杀，上侪是伫什么所在？老厝，就是伫老厝，就是伫家。爱搞公哈，我刚好很不巧去跟一个年纪蛮大的一个太太，伊讲话听，她最乐意去分享，她最乐意跟我聊天，跟我分享。爱搞公哈，嘿吼。下骹吼，就是砰砰二八阵砰砰吼，啊，足侪拢是食。啊，尾啊，足侪因为受不了，直接吊倒。所以那棵树其实有非常多的
非常多，不是二二八年哦，一个做这人在那吊，安尼啦，哎，甲我讲啊，尾也唔知向甲我讲，讲哎，万年公庙就是黑啊，我讲啊，安尼变喏，安尼这就好像不单纯的是一个信仰，它不是一个信仰的庙这样。那后来就这两个因素，它的一些很负面的因素，还有一些就是因为它比较晚。去参访这个社区，所以他前面跟其他社区的同质性太高了。后来我就又撞了那么一下哈，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什么都不是哈。嘿，弄有位置我跟你讲，你去试看卖，你就知影我。那后来真的没有办法，我是拍了拍了下，就写这个歌词。我就打电话给有一个在住在高雄一个很有名的台语。诗的老师叫做林凤珠，哈，一下做这台机器就碎啊！我主要卡等于遐老师求求老师边哦，写未出来呢。我讲老师，你跟我写甲树啊有关系的诗，伊讲有啊，伊就念给我听啦，啊，足好听哦。但是无解决我的问题，因为伊拢讲迄个树啊开花啦，这边啊，前啊，你捌看过伊开花无？有没有看过？它是隐性的花。一屋，但是不醒目。那这隐头花，对它的花开在果实里面。谢谢，有人跟我互动，好好。好，那所以老师赶快跟我一下例子哈。不能说用不上，可是它让我的心情纾解，因为我听了那么好听的诗，我就没有去执着在我的尾椎哈，然后所以。我就灵机一动说，哎，好玩哦，那所以就用，我想那就只能就那一棵树来解决这个问题，所以就想说，哎，那这当机会就特别的是讲，无人请一下这会，领导边啊可能有请啊，但是无请啊讲呢，好，刚刚我这张有这个身份地位，那所以就完成了这个歌词，好，我到就请阿伯，好，我到就请阿伯了。哎、欸、哦，那我有穿阿公啦，啊，无穿阿婆啊，但是我有三阿公甲林英伯哦，所以等一下跟大家分享那个三阿公甲林英伯啦哈。那所以我们再来，既然讲到树，我们来看下一棵树。下一棵树，这个 CD 可以关掉哈。那下一棵树呢？一样在卢厝里哈。那卢厝里他是蛮早开始做社区之歌的哈。那也要谢谢那个社区大学哈，有这样子的计划，就是说，老树计划，老树计划，然后就在那个卢厝里，卢厝跟刘厝哈，我常常我跟你嘎记，卢厝刘厝哈，我真的会打架哈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甩牙公跟年龄伯的歌词哈。